你叫什么名？叫什么名？你叫你 Thomas。你叫 Thomas。OK，Thomas，你今年几岁？七岁。啊，那你是从你这来自哪里 ？Supergate。Supergate。啊，吉打州的 Rumah Supergate。啊，你有什么健康问题？啊，你有什么健康问题？你身体有什么？心脏有孔是吧？你心脏有孔吗？有。啊，你有心脏有孔 ，OK。然后之前你有中过 COVID 吗？有。啊，所以你中过 COVID， Andy Phoebe 有给你吃这个东西吗？有。吃了怎样？比较好吃。好，比较好吃啊。COVID 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有。咳嗽那些。咳嗽，好呢。流鼻涕。流鼻涕，不能吃东西。哦，有吗？有辛苦吗？有。可以起来吗？不能啊，不能起来。过后你吃了这个东西，你能起跑吗？起来跑吗？能。难啊、哦！吃过后你还有咳嗽吗？没有了。你喝多少包？还记得吗？早上一包，晚上一包。是啊，还是两包，两包啊，早上一包。这位就是啊，刚刚我讲的，就是啊，我们的啊，孤儿院其中一个小孩子。就是他心脏有孔，就是啊，我给他吃了莫瑞加过后，啊，他的啊病情就好转的很快，不是慢慢的好转，是好转的很快，所以嗯，这个产品真的帮助了这个啊 Thomas 很多，谢谢所有的赞助商，也谢谢莫瑞加，谢谢你们。